下来我们需要签要签的话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一个最独特又特别有自己能力特别有自己特色的那个自己，像左岸一样。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周深，欢迎周深。欢迎周深。哇，周深和周深他们演唱声新的这一形式饱满，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21日，2024 TMEA 娱乐音乐盛典在澳门威尼斯金光综艺馆如期举办。今日下午15:30，星光大道红毯开始，19:30开演。这是周深第四次参加腾讯音乐盛典。周深曾在第二届和第三届盛典中蝉联了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大奖，而在第四届中则是拿下了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男歌手大奖。2023年的 TMEA 周深的《花开忘忧》获年度最高连冠歌曲，今年是周深连续第四年参加。以周深在油腻榜的地位，他会拿下怎样的荣誉呢？周深作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音乐人，一切的奖项和荣誉都实至名归。请到舞台中间，看到我们前面的摄影师来分享这一刻精彩的荣誉，真的是拿荣誉拿到手软，哇，两只手都要站上。超强的荣誉感，这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依旧金光闪闪，向各位来展示。太棒了！好，这个接下来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关于这个9:29赫兹的时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名字？声明的歌迷朋友们能够在很多时候然后把我听到和看见。近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布市场发展简报中提到，众多歌手举办的多场大型演唱会均开票及售罄，列举了四个典型歌手或组合，周深作为其中之一，业内门清。周深如此年轻，演唱会每一场稳扎稳打，今年是漂漂亮亮的打出去了。据各地方文旅局官方数据，周深深圳场约4.5万人，成都场34,471人，贵阳场4.4万人。2024经济下行周期，各个领域都不太好，演出市场跟23年全年火爆相比，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调整。这个时候，谁有能力扛票房、落人盘巨大，且还在不断扩盘？其实数据很清晰，业内很明白，票务市场也最了解。结合小编的感受和路人观感，周深演唱会绝对是最值得一看的演唱会，没有之一。一、唱功好，稳如 CD， 现场感受高音推背感 ，Live 型歌手给你耳朵洗礼。二、豪华硬件，高质量舞美，不是停留在宣传噱头上，而是实实在在给予体育场观众、听众视觉、听觉享受，背后是专业和金钱堆砌出的品质要求。三、一场比一场更贴心周全的体验和服务，要照顾和协调好4.5万人次的需求不容易，但有人总是会多想一点，多做一点，这份用心比金钱昂贵。四、周深一如既往的真诚，在演唱会这个特定场景下一次性集中挥洒，作为粉丝是双向奔赴，情感传递，作为路人有机会从屏幕外了解到他的为人和用心，感动连连，圈粉无数。
五、信息爆炸时代不存在绝对的信息闭塞，所以单靠花钱办事的宣传，其效应也会下降。真正的票房是靠长时间积累的路人印象、适当的口碑发酵、过硬的多样的作品等因素组合而成的。睡不着怪床外的人可太多了，而周深的歌迷永远只会愁抢不到票。谢谢，那我舞台给你们。他们太可爱了，小朋友们唱的好不好？突然他们一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多彩贵州风的那个叫演唱会上。好了好了，谢谢你们喽，谢谢你们。啊，谢谢。好嘞，谢谢大家。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贵阳跟我们相遇。今天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紧张的一场，因为以前就感觉在开演唱会，然后这一场其实就有自己的家人，然后也有我的有高中老师，有初中老师，还有小学老师。对于我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汇报演出。你们的孩子这几年在外面还可以，然后有很幸运的是有那么多人愿意陪我一起来贵阳看你们，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我没有想到能够这一次我的小学老师就第一个发现我，他说哎，好像会唱歌的那位老师张老师，然后他就说，张老师他就说，你知道吗，你2003年的时候录的一首歌，我这里还有磁带哦。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感动，他一直保存好这一盘磁带。但是我也在心想，如果唱的不是很好，我就去把那盘磁带摧毁掉。所以，可以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听一下21年前的周深。因为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时刻。